况且更麻烦了。好，铁米决定要自己来，这个小球放进去，跨步左手挑篮了，还有机会得到出手的空间。然后踩球一条边，再交给铁米，两分放进，连得五分的是战前后的钢铁人，超前的比分。你看杨和这两分。在主控是陈佑伟，佑伟的回球给铁米，看起来铁米在第一节还是没有机会休息的。哈哈，对，好，一个后仰的出手投进，跌跌见啊。那今年如果说其他队友的一个视线没那么好的话，他其实要找空档的能力要就是非常足够。好，还是靠铁米啊。他们两个都有外线，这就是其实上个赛季了，大家对富邦比较没辙的一个部分。对，我会觉得说，包括钢铁人两个射手也在上面了，铁米哦，这个是非常。第二段的加速甩掉了小夫上篮，哇靠，看起来有进算的机会了。对对对，对，因为球已经打到篮板才。不少的防守篮板，以悟空的打法来说，就是他需要这种 catch and shoot。如果你让他运几下去单打，然后再投外线，他会比较困难。哇，又是飞！铁米这节攻击端比较弱，他这节还没得分，哎，还是要靠铁米嘛。